啊，是安那，这手要到几点啊？呢？嘿，身体哦，无爽快，啊，困较晏啦。我看啦，少年时阵哦，为手术过吼，啊，身体较虚啦。安尼，咱母仔囝两个较拼的了。哦，看你这样，你还挺照顾得着我，我袂用输，我靠，我靠拼。哈哈哈！这位你听啦，你听，看啦。喂，嘿，啊，是凶哦。 啊，好，我想过，我想过，啊，安娜，哎呦，啊，就随风打电话讲，阿母哦，今麦足严重的，干那，安尼，啊，你即马是要安怎啦？啊，等人听你做，我走袂开卡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看吼，啊，无你先较无闲一下，啊，较辛苦一下，我过来看一下啦，吼，我包你啦。 等你看电影，咱就卡电话转来呢。我知啦，我知，我会去靠你。阿婆，阿妈，你好，我是来。好好。来，人若吃老吼，咱就较无效啊，较袂钓到安尼。爸，阿妈讲都要去往家，咱可千万不要回来啦。伊要去请治疗妈妈来，叫你妈妈。 请你问过我，我唔知影伊来无。拄仔我打电话恁苏阿姨，我想恁阿妈一定足想要见伊。王先生，阮人拢在外口，有代志你尽量甲阮叫一下就好啊。多谢你。 阿母，你别闹，你放我出去，伊妈离开我好不好？是好，阿母嘛是唔甘会离开你。 最好的，阿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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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
Carecero, Ariaga. Amdo ka na umbang ko. Di dang ping-ping an antuahan. Ti kong pea ti asyogwa. Wasisi. Chani chanchi. Ku chani kwa kai hao si. <笑>你是阿母之世人最大妖魔，好嘞，你哄他阿母，又哄阿母，阿母都知呀，阿母想干咩坏事的。 阿妈，我的姐，阿妈，你太乖，你太好。最后的，以后阿母最大的安慰，就是甲宝莲，世界这么乖巧的孙啊，好阿母，真好。
下面遗憾。阿妈，阿妈，阿母，阿母，阿妈，这是我爸爸又有好着你，杨哥，我也要好好友好你的。咱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也无算真多，阿妈，你嘛也要好好疼惜着我。你们哪有安尼就把我送你去的？阿妈，亲爱的，阿妈是不甘吗？你细汉的时阵，阿妈无抱着，大汉，阿妈嘛袂赴会通惜你，你敢知影？阿妈是我尼啊希望，有你陪在阿妈身旁边。做未来的母的快乐，甲我生下去行行的，阿妈搁较希望会当看到你出嫁迄一天，穿着上水的新娘衫，做一个上解水的新娘。阿哥，阿妈，阿妈，阿母，阿母，我的家，不能的，不能的，阿妈，你出去呀，谁回来了？对了，阿母，是我，等你来看你。找我，伊甲我讲，所有一切拢是伊做，你是替伊担罪，替伊问我事实对无？阿母，过去的一切拢是我毋对，你莫阁替我安慰嘛。你嘛甲我讲过你的心愿，就是希望化解你甲尤莉阿姨的误会，所以我去求尤莉阿姨，叫伊来看你。大家含慢，含慢甲幸福，伊所做的错，应该拢予我来负责任才对。
阿母，你莫再讲啊，请你原谅我。那么，我不会再去记啦。是啊，我已经原谅不了你，你更加不能再记啦。安怎这么善良？你是安怎要冤枉我二十多年？你会当找机会跟我讲啊？你即卖变到安尼心？瑞芳啊，你有找上好医生甲看也无啦？你这，瑞芳当然嘛有请上好医生来看我，我。无好安啦，当初时本来都是要来受苦的，我的业障已经满啦，那应该好当家啊啦。志哥，你唔通安尼，我袂讲，袂好袂受啦。我看你安尼死。我心肝嘛就酸的，我嘛就艰苦。你一定要坚强起来，你一定会无代志吼。尤丽姐，你肯来看我，特别是讲你肯原谅我。既然你肯原谅我，我希望你嘛会当原谅苏华。苏华伊确实是一个真好女德的查某人，佫确实一个真好的媳妇，所以这拢是你误会，是你误会，一定原谅伊好吗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影，我拢知影，无唔对啦，我确实是为了清末的事，要怪恁大家。但过苏华是我的媳妇嘞，我无法度原谅伊，就是讲从家又甲我带走，我拢唔知我有这个孙，啊，即摆害我吼，甲这个孙根本就拢袂亲啦。人咧讲吼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啦，根本连甲随风分开了。才甲穿下生落来，伊哩坐，你敢知影？伫个我看到穿下时阵是我哩啊欢喜，咱已经食到一个火啊，你都莫阁这么坚持啊，好无？阿母。紧啊！当初嘛是希望讲宝莲甲水芳因会好好平安无代志，假使将遐代志若讲出来，会增加冲突。而且，无将遐代志讲出来，嘛是因为阮爸爸。我想要影响着恁这代，来让恁来误会啦。我拢知影，
到这个地步，我应该将事实甲大家讲。其实，青霞都是王家的子孙，回归。我应该要跟大家讲。是无，阿母毋是拢甲你讲过，代志拢是阿母做诶。阿母是想要替青霞出一口气，哪知阿母细里造成这呢严重诶后果，这甲你拢无关系，是阿母诶罪过。会好起来，你一定会无代志的啦。当初哦，我做梦嘛想袂到讲，我会当有一个查某孙来送我上山头。啊，这阵哦。希望不管去啊！阿母已经认定青霞都是伊的查某孙，我若是将事实甲因大家讲，讲青霞毋是随风的查某囝，毋是伊的查某孙，阿母敢会牵呢？我袂好阿母搁再有遗憾。我袂当让阿母失望，拢不愿去。我袂用得讲，我袂用得讲。阿母，那真是离开。我会记阿母讲的话，阿母是希望你会当认错归错，好嘛？以后你留你阿姨知影无？我知，我知影。阿母，你莫搁讲啊！我求你较坚强的好无？我今日来这，不是要看你最后一面。我爱你紧好起来，我爱你跟我作伴，我还佫足侪话要甲你讲的。有你在，我会留一口气，佫再活落。
就是希望会当当你甲苏怀民甲恁分身的，苏怀甲志良离婚，害你甲苏怀起冲突，拢是我造成的，我对不起恁。有你在，假使你若是不肯原谅苏怀，我来求全地啊，不知要安怎甲情母交代。三姨公，你莫讲这种歹吉兆的话啦，我害你去好去。你假使若是要弥补啊，你着好好活落去。我袂听你讲这个，我不准你走，我不准的。玉丽姐，你肯原谅我，我都已经真欢喜了。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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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母。你家，我一世人最亲、最爱的人，拢在我的身躯边，我已经足满足的啊。努力做，可是若会当，我希望你和苏怀甲志良搁再团圆，我嘛希望。随后，当作是你的好心，甲无念，当作是你的心不贴心。随后呢，答应阿母，爱好好啊。听小宝的照顾情啊！好，我知影，我会听你的话，阿母。过去的都该放好过去的，从今以后，我做人。做一个贤妻良母，照顾你的后生，家用情啊！阿母，阿母，你赶紧走啊！阿母，赶紧别走！Oh!
到底去看伊啦！啊，你都还袂来啊？即摆让阿华先去啦。歹势啦，啊，我今日就。袂要紧啦，我知影你身体较虚较忝嘛，会记身体够用才好。是啦，唔紧。啊，即阵仔我会照顾啊，我嘛就歹势啊。啊，家有甲我讲，讲这店里生意若较稳定了哦，叫我过去平上班啦。是啊，宝啊，你过去平老家当家。阿芬，你来当安尼讲，阿妈定甲我讲，查甫囝都爱拍拼家己的事业，苦在遮嘛毋是办法啦。就对嘛，一查甫囡仔人啊，规工苦在遮，是要创啥物？当然是爱去公司上班啦。佮再讲，咱这个是新妇的店，咱这查某人来顾就好啊，对无？啊，不过我佮毋是人的新妇啊。哎呀，这三个查某囡仔俩，嫁半就是人的新妇啊，说袂了。就是啊，阿芬啊，咱若是嫁予阿宝。你嘛是人的新妇啊，安尼咱这间就是实实在在新妇的店。要结婚吼，嘛爱有主婚人。我爸爸到今嘛拢无消息，我哪有心情结婚？妈，阿芬讲了嘛有道理啊。阿姐到今嘛还袂回来，我看我的婚礼吼，可能要真等的。是讲这个婚会嘛真惨呢，到这阵一点仔消息都无。该走倒，亲，嗯，啊，即摆歇倒，你若是想要去看上一块阿姨，你就即摆去啊。哦，对，我煞叫袂记，我来去。我听到。哎，阿华，安娜，啊，上一个王星啊！安娜，志龙伊妈妈昏倒，好。啊！护士甲救起来，是，着阁你送伊转去哦。迄我唔哦，嘿，亲，我甲大嫂讲。喂，大嫂，我是秀玉，嘿。哦，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店的代志你免烦恼，你做你去吼。秀玉，阿华是毋是我要送迄老查某转去？亲，啊，之前妈妈身体本来就无好啊。啊，即马煞一块阿姨的代志，对伊代价真大，大嫂送伊当，我嘛较放心啦。迄个老查某吼，心肝遐尼恶毒哟。三叔哥在世的时候，好糟蹋安尼。即马伊知影三叔哥死啊吼，伊原来会惊吼。妈，莫安尼啦。啊，即马三叔哥阿妈已经过身啊，啊，但心情拢无好，你莫生气啦，好不？妈，啊，拄仔着好好呢，怎嘛哭到安尼啊？我想着三叔公，啊，搁想着哦，伊有你怎嘛啊变成安尼，啊，因两个年纪拢跟我差不多，所以才着活活咯。袂啦，你的身体这么勇健，你袂有代志的啦。哎，阿妈，你做人哦，真有趣味，身体搁真好，一定会活到吼，久久长长。是啊，阿妈，你看，你逐摆共骂哦，迄中气拢十足啊，对不对？绝对身体健康，食饱伊的啦，吼。无，食较饱哩，迄我无爱哦。食较济下，到时亲戚五十人拢走了了，剩我一个老孤骨。我无爱，我无爱，我无爱食骨。袂啦，佫有孙仔陪你啊，对无？好，我先去啊，啊。今仔看你伫阿姆遐念香，身体还袂堪要昏去。较加在医生甲你注射有较好啊！即马我回咧房间休困啦吼。祖华，你也坐一下啦。祖华，咱哩厝内面若无半个人啊，敢讲你陪我坐坐，你都无愿意是？老太太，加油！
多谢你。素华，嗯，你别安尼一直叫我老太太好不？哦，我就唔知应该安怎称呼你。你会当阁叫我一声妈妈？素华，柏莲已经将所有代志拢甲我讲啊。我知影过去一切哦，拢是我误会你，是我错怪你，所以我过去的代志啊，无要紧啦，我袂放在心上的。无啦，素华，我有你做代志，一向是足明理的。既然是我的不对，我就要给你现实的啊。素华，我希望你会当回来，啊，当跟志良两个搁再好好。我跟志良。可怜啦，是安怎？哎，敢不是大家去找你？这边嘛去找伊啦，哎，真是无另外遐啦。伊无伫你遐，啊，安尼也走去倒咧？我嘛唔知影。我坦白甲你讲啦，卡叔公，我们出版社即摆无发生遮尼大代志，无得甲我甲志良。有可能，啊！不过即摆文辉已经小甲安尼，伊即摆真需要我，我要哪当来离开呢？志良想来找我讲一寡这代志啦，啊！不过我面顶啊，即摆嘛当无闲的，所以无这心情去讲团圆的代志啦。素华，我这有黑人。我求你，你花这面子敢袂用的心？感谢你有这份心意，这么疼疼我。啊，不过我跟阿母吼有二十几年拢无联络着啊，即马真无简单，即马该带转来我的身躯边啊，那安尼也后半世人，我希望我这做查某囝，会用在身躯边该好好照顾，该友好。阿母妈妈过世，家己阁无啥会下，伊是有这找无这心啦，常常拢在咧生气。所以讲，老知影我要转来王家，恐惊伊嘛袂答应。所以，素华，照你安尼先讲，你就是唔肯原谅我。素华，我七十外个人安尼，即摆。志雄，你嘛知影，伊都离开我，志平搁去南部，啊，而且志良你嘛人嘛不知伫倒，我安尼哦，后生媳妇拢无伫我身躯边，我是一个孤单老人，你唔知我的心就疼就酸的，我就希望讲，我的孙仔媳妇拢会陪在我的身躯边，做法啊，过去一切都是我的不对。我给你现实的，我求你，你回来好无？你还知影，有一天你卖做人的大家，到迄当阵，你就了解讲是安怎做大家，拢要去压新妇嘞，甲压好落地。你讲意思我了解啦，啊，不过我个人是认为讲，大家不一定都爱甲新妇压落地啊。卡叔，若讲用压落底吼，等到大家新妇又搁较歹斗阵啦，就参像你讲的啦。总有一天，阮家己的查某，我会做人大家。啊，若安尼吼，我咧想，我会将我新妇当作我的亲生查某囝同款，安尼甲疼疼。啊，我嘛希望讲，我的新妇会用甲我当作是家己亲生的妈妈，安尼甲我对待，安尼大家斗阵落来。这家庭足幸福、足美满，敢毋是嘞？真歹势啦，可是讲我讲的话，万一得罪着你，你歹见怪啦。其实我一直吼都足尊重你的。唉，你安尼先讲，我知影，你还是肯原谅我。暂时先莫讲这代志，你家身体要紧。我看你也是起好困好啦，吼、哦。
免啦。啊，既然是安尼是，我嘛无方便阁讲啥物。啊，那安尼，我就转来面店。啊，你放心啦，假使讲志龙若来，我会叫伊倒转来。这么听话的新妇，就不愿意留在我的身躯边陪伴我。敢讲，我真是遐尼歹斗阵心，真是遐尼阿爸心，到今嘛拢无半个人愿意陪我。三姐哥，你死的时阵还阁有孙甲新妇在你的身躯边，还我呢，我遐尼最好心甲孙，假使我真是若死啊！我的卡波人请来送我上山头了。几载啊呢？伊是拍算要坐几工的，什么代志拢莫做心。我的代志你免管啦，你处理你的代志，处理好就好。你哪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啦？你这种态度，我是要好好做代志啦。英杰，你看你今摆安尼是什么款型？我哪有什么款型？我嘛无对你安怎。你是无对我安怎？唔过你为着一个查某失魂落魄，安尼敢对？慧君，我是你的大兄，我的代志无需要来操烦啦。我无把你当作是我的大兄啦。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爸爸把公司交予你管，你就是我的顶事啊。你哪会安尼啊失志嘞？我唔对啦，爸爸是把公司交予我来管，不过伊把客户资料拢交予加油啊，我唔知伊安尼做是啥物意思。这点我嘛是无了解啦。啊，不过阿宝讲了对啊，你会用个再开发新的客户啊。是啦，英杰，我伫个恁爸爸办公室。看到咱公司以前所有客户的资料，你看麦。我相信这些资料，恁爸爸并无客户加入。英杰，你还知影？你自细汉都无妈妈，恁爸爸伊是安怎咧保护你、疼惜你？卖讲咱王家，干那阿公阿妈疼你。咱全家伙啊，顶顶下下，有倒一个人无疼惜你，所以你毋才搁较应该好好拍拼，毋通因为小可一点仔困难，你就变个遐尼啊失志，知影无？我知啦，哥，不过，啊，不过啥？应该，恁爸爸伊也是真爱你，只是讲，伊对恁素华妈妈，也是真亏欠。所以就认为讲，伊嘛有亏欠加油。啊，不过在伊的心肝内，你永远拢是伊的大囝。对啦，英杰，所以就应该爱好好振作起来，把公司管了好，莫让厝里的人烦恼，嘛免惊加油因会甲咱拼倒啊。我知啦，哥，我会拍拼啦。阿对，敢有我爸的消息？无啊。那你先，我想要来找爸爸嘞。假使讲恁爸爸伊是超过乡僻人，你是要去倒位找伊嘞？好啦，英杰，这客户的资料你详细看卖啊嘞。你也会记的，为着咱王家，你一定要好好打拼，知影无？
慧君，你跟阿哥来工厂看下。哦。好啊啦，慧君啊，莫阁叫遐英杰啦，吼。哦，好，好啦。眼神敢若无啥对嘞，亲像咧看家己喜欢的人，怎会安尼？小慧，就真简单，唔爱用这种眼神看给我。我看也是无法度将小慧放袂起哩。而且，这件代事是爸爸做的，这甲小慧也无关系咯。小慧啊，我是英杰，你莫挂电话啦。但是我已经拢了解啊，这是爸爸做的，甲你完全无关系，是我误会你啦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小明，你机票已经买好，你要出国，你莫走好不好？拜托你，我即马去找你。我小慧，小慧，你三只狗。死人都无好命着，安尼就死。阿母，你莫阁伤心好无？啊，你一入来吼，就一直哭哭，即马，你看阿妈阁日子嘛对咧哭，阮才做事情吼嘛看着艰苦的。是啊，阿姨，阿妈，日子你莫阁哭啊啦。莫听莫看，无你较开。